见自己杀人是什么意思？梦见杀人通常是日常生活压力过大，精神过度紧张的表现，可能承受了巨大的情感痛苦，也有可能是平时树敌过多或有仇家。孕妇梦见自己杀人通常是怀孕期间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，要注意放松自己，保持好心情。未婚的人梦见自己杀人，必是你和恋人之间交流变得频繁，遇见冲突的情况也增多，虽然自己可以容忍，但心里会有别样的想法。求职者梦见自己杀人，必是在求职方面长辈会给予你帮助或压力，他们的建议往往左右着你的求职方向。创业者梦见自己杀人，必是近期的收支都有较多的意外，难以按照已定的财务计划进行。职员梦见自己杀人，必是财运处于调整阶段，要注意梳理自己的收支项目。